好哦。哦，对不起，把你们砸了一下。九月快乐哦，九月快乐。九月快乐哦。稍等一下。就是帅字头，好吧，帅字头。哼，晚上好呀，呼呼，晚上好。这个不是双马尾，这个是好多个马尾，这个是一好多个辫子，这个是一个辫子，一个辫子，两个辫子，三个辫子，四个辫子，这边是一个辫子，两个辫子，三个辫子，四个辫子。现在还难受吗？不难受了，吃了止痛药之后，那个止痛药的那个药效，它就是太慢了，太慢了，你们知道吧？啊，你们不知道，那我给你们讲。等一下，我给你们讲哦，我给你们讲，就是我那个什么，我6点钟吃的止痛药，我6点钟吃的止痛药，它7点快半了，还在痛。就是他7点多了还在痛，头咧头一直都是有点晕乎乎的感觉，有点晕晕的，就这一圈儿，这一圈脑袋顶，脑袋，就感觉长脑子了吧。然后我的那个就是我吃止痛药嘛，咱们不是肚子痛嘛，现在好点了，现在好点了，咱们不是肚子痛嘛，咱们肚子痛，当时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我那个5点多快6点的时候，我肚子痛到我整个人都站不起来，我肚子痛到就是肚子痛到整个人都站不起来，动不了的那种。然后咱们就是快6点的时候吃了个止痛药，但是6点的时候还在痛，到7点了还在痛。到7点了还在痛，我就想完蛋了，7点半就要上公演了，怎么办？怎么办？就是还有半个小时就要上公演了，但是还在痛，还是好痛。然后但这个肚子特别听话，特别听话，就是到了7点半的时候就不痛了。到7点半的时候就不痛了，这个肚子它就好了，它也不是好了，就没那么痛了，没那么痛了。然后我就上去跳公演了，没那么痛了，上去跳公演了。然后，谢谢谢谢夸夸，嘿嘿，嗨嗨嗨，那就没那么痛了，就上去跳公演了。跳完之后嘛。升格快乐，呵呵，升格快乐，就是 MC1 的时候就有一点小痛，MC1 的时候就有点小痛，MC1 的时候有点小痛，就是那种隐隐作痛，
隐隐作痛的小痛，一阵痛，一阵痛，一阵不痛的那种。没有，我跟大鱼对视不是痛痛，不是因为痛痛对视，是这样的，我站在那，我有点痛，我站在那，然后我转头，我想跟大鱼讲，大鱼，我肚子有点痛，然后我一转头，我发现大鱼她好漂亮，就是我之前就是怎么说呢？可能今天她这个头发特别适合她吧。然后我一转头，我天呐，仙女好漂亮！然后我一转头，我就被美到了，yes，被美到了。然后我就直接就说：“大鱼你好漂亮啊！”然后大鱼没听，然后大鱼没听见，大鱼没听见。他说：“啊，你说什么？”我说：“你好漂亮。”大鱼还没听见，然后他又问：“什么？”我就说了一个特别大声，你好漂亮，然后他就开始笑，他开始笑，然后他说，谢谢贝利乐的荧光棒，谢谢小飞飞的情书，谢谢小飞飞，谢谢飞飞，然后当时。他就说：“谢谢，你也漂亮。”然后我就说：“不不不，不是的，是真的。我觉得你今天好漂亮。”然后大鱼又开始在那笑。他说：“你也很漂亮。”我说：“不是不是，我是说真的，你今天真的很漂亮。”然后，然后就这样，这是第一轮，这是第一轮，第一轮，第一轮的时候。新粉来了，你不是新粉，我之前见过你，超无奈。今天看现场很可爱吗？谢谢，嗨，谢谢香港陪车仔的情书，谢谢香港陪车仔，谢谢小叔的海螺，谢谢小叔，谢谢小叔的情书，谢谢小叔，谢谢小叔的许愿瓶，谢谢小叔的耳环，谢谢小叔哦，谢谢小叔，9月份的礼物，然后凌晨好捏，凌晨好。9月份喽，然后当时吧，就是那时候是我的第一轮夸大鱼，然后过了一会儿，我肚子又疼了，我又想跟大鱼吐槽，我肚子又疼了，我又想跟大鱼说我肚子疼，然后我一转头，我又看见他那个美丽的侧脸，我又看见他那个美丽的侧脸，我又绷不住了，我就说大鱼你真的好漂亮。然后大鱼又开始笑，他又开始笑，他又开始笑，但他真好漂亮，他就是那种，哎呀，我现在真觉得他很漂亮，想你们哦，我也想你们，9月份喽，9月快乐哦。他没有，他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说我些不漂亮，他就是说谢谢你。然后我今天在后台，我看见他一次，我就说你好漂亮。我看见他一次，我就说你好漂亮，给他就整害羞了。看一下大鱼现在有在直播吗？可以去连。大鱼没有在直播，好吧。你们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的手机只有2%的电了。等我一下，我的手机只有2%的电了。我的手机只有2%的电了，它要关机了。你等我一下下。
好啦好啦，我来啦。好啦好啦，我来啦。谢谢老康的荧光棒，谢谢小叔的荧光棒哦。然后我还要说一个好玩的事儿。谢谢辣辣的蹦迪，谢谢辣辣。谢谢辣辣，谢谢辣辣。听着呢，听着呢。哦，对，是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好玩的事儿，我快忘了，我以为你们要给我讲好玩的事儿。谢谢小跟班的蹦迪，谢谢小跟班。我忘了，我以为是你们要跟我讲好玩的事，我还准备听呢，我还准备看一下你们要跟我讲什么好玩的事，突然想起来是我要给你们讲好玩的事儿。有点懵懂懂，有点不太聪明的样子。就是你们知道吗？就是刚刚我们很饿，谢谢鸡蛋配薯条的海螺。就我们刚刚回来的时候很饿，有多饿呢？就是超级饿。就是我今天吃晚饭了啊，我今天吃晚饭了，我在剧场吃的，我在剧场吃的那个咖喱饭。然后，但是跳完公演就饿了嘛。饿了，然后本来呢，我们就是我想点外卖的，但是小周说，如果他等会儿小周他等等会儿要排练，小周说他排练完，如果他不累的话，他还饿的话，我俩就去吃海底捞，我俩去吃海底捞。我就说，如果那晚上去吃海底捞了，我现在就不点外卖了，我就是，去找点别的吃的。然后呢，我就咱们就是到中心了之后，咱们就是直奔那个食堂啊，咱们去看那个食堂还有没有饭。咱们是食堂啊，有饭的哦。然后咱们就撞见了几个熟悉的面孔啊，熟悉的面孔，撞见了谁呢？撞见了张怡婷，还撞见了谁呢？撞见了林佳怡前辈，还有小韩姐。然后呢，咱们几个饿死鬼啊，饿死鬼。饿死鬼，就在那搜刮那个饭菜啊，搜刮那个饭菜，你们知道吗？那个鸡翅，那个今天那个食堂有那个鸡翅吧，可乐鸡翅吧，就剩下3块了。然后就是咱们，就在那抢，一人一块儿，你在那抢。然后还有那个西红柿炒鸡蛋，那西红柿炒鸡蛋就是刮的见底儿了，那个汤汁儿都不剩。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白，那个叫什么白，那个素菜叫什么？荠白啊，不是，哎，我忘了叫什么白了，我不认识那个菜。啊，对对对，是这个，但我不会读，我不会读，是那个白，是这个白，但我不会读。谢谢树叶的，谢谢树叶的叶点哦，谢谢树叶，谢谢你，谢树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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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树叶，一片树叶，两片树叶，三片树叶，好多片树叶，茭白，可能是吧，我不会读。然后那个，我也不知道这个菜是什么菜。然后就是问我问我问我我就问我指这个菜问，这个是什么菜呀？我就指着那个菜，我说这个是什么菜呀？啊，然后佳怡前辈就说，佳怡就说这个是就是茭白，我说
哇，你好厉害！你这样状态就九百。不，我就是没有，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反正我不知道，反正我不知道。我说哇，你好厉害呀、啊！你竟然知道这个菜叫茭白。他说那当然，我还是有点生活常识的。咱们就是在那搜刮这些菜，搜刮这些饭菜，然后那个保安叔叔就来了，那个保安叔叔，也不是那个啊，就是那保安叔叔，那保安叔叔走过来说。你们刚撒过盐呀、啊？我们说，对对对。他们说这么饿呀，在这把这个饭都刮干净了。我说，太饿了，太饿了。然后人家就说，哎，我们三个饿死鬼，别管我们。嗯 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三个饿死鬼，别管我们。让你们知道呢，那个饭，因为它放那个加热锅里嘛，那个米饭，它放那个加热锅里，然后它那个米饭的底儿。那个米饭的底儿它就干了，它就粘锅了，你知道吧？你们知道吧？就是因为它放那个加热锅里，然后放太久了，然后它那个饭它就是干掉了，就很硬很硬，特别硬。它不是锅巴的那种，它就是完完全全那种白米饭，然后硬死了，就是特别硬，就是硬死风，硬死了，真的很硬，硬死了。就 ins 风，懂吗？ins 风，对 ins 风，是的 ins 风，就 ins 了，真的很硬，真的很硬，就是那个下面那个 ins 是这么用的 ，ins 是这么用的呀，就是它下面那个底儿。下面那个底儿就很硬，真的很硬，就是那种干，完全干掉那种白色的干掉的。然后那个完全就是用那个饭勺啊，就是崴不起来啊，就是咱们就在那抠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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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抠，我在那抠半天，你们知道吗？因为咱们的那个家里前辈啊，他也很想吃这个白米饭，我也想吃这个白米饭。但是那就干掉了，没办法，那我们只能抠抠抠抠抠。这抠了半天，我可累了，你知道吗？我一直在那用那个饭勺了，在那抠抠抠抠抠。但是，是的，很饿。但是因为这个饭太硬了，硬死了，真的就是硬死风，太硬了，硬死了，就是所以吃的时候就真的很硬，很硬，就吃的时候就很硬，就完全就是嚼不动的那种，然后就是不太好吃，然后就是咱们就是吃了点菜，我就吃了点菜，就将就一下吧，反正大晚上的，咱们就是不惜的吃好的了。没关系的，呜呼！谢谢小新的星河游览哦，谢谢小新，谢谢你，小新小新，嘿嘿，小新，给你听饿了，别饿呀！谢谢小飞飞的荧光棒，别饿呀！咱们就是我也没吃饱，我这还有两根香蕉。香蕉是中午的，香蕉是中，我本来中午想吃那个香蕉的，但是中午没吃上，中午没吃上，别吃了，满地找牙，不会的，不会的，谢谢波波的情书，谢谢波波，咱们这个牙现在已经补好了，咱们这个牙现在已经补好了，就是不会掉的了。就是不会掉的牙了。然后今天这个头发，牙找到没？这个牙是好的，这个牙是补上了的。草原今天真好看，真的吗？哎，你们知道吗？这头发是我之前一直想做的，而且我今天本来想编这个头发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图可帅了。之前呢，这就是之前的呀，给它斗上去了，然后给它装粘上了。
给安上去了，给它粘上。今天做这个头发的时候，你们知道吧？今天做这头发的时候，对的对的，就是，哎，就是那种你们知道吗？就是其实他的这个，就是别人做就是很帅的那种，你们知道吧？它叫那种拳击辫，它叫拳击辫。我现在想打喷嚏，但我打不出来，有点难受。一边玩了一边织了，因为刘海其实有点长了。黑怕拳击风，对对对，就是他那种拳击辫可帅了。然后我就扎上了，我说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对，甜酷风，因为满头蝴蝶结。不是，我本来就是想着就是帅一点，但是我夹这些东西我难受，我不夹这些东西我难受，不夹这些东西我难受，真的很难受。我夹上了我才舒服，我夹上了我才舒服。我不夹上，我就觉得我头上没东西，我就想夹，我就想夹。然后今天那个姐姐，那个大姐姐来跟我们说今天的 MC 话题就是那个什么。哪一瞬间觉得自己长大了？那时候我在做头发，那时候我在做头发，我刚扎好这样的头发，我刚扎好这个头发，我说，你看我现在都抓这种帅气的头发了，我长大了，我现在都不做那种花里胡哨的头发了，我做这种帅气的小头发，我长大了，我不做那种花里胡哨的头发了。然后那个姐姐，那个大姐就说，她说哪个，她说哪个人长大了还在头上夹那么多小夹子，那就说那谁长大了还在头上夹那么多小夹子，哪有的呀，长大了也夹。对，上次我也是顶着，上次是顶着那个短发，也是夹了好多小夹子，然后说那个短发是帅气风。上次那个短发的时候也是夹吧夹吧，嘿嘿，放了我可爱就好。一些小跟班的海螺哦。嘿嘿，还有就是，就其实我今天这边眼镜没戴上，这边眼镜没戴上，我戴那个日抛的眼镜，我戴那个日抛的眼镜，然后当时因为快开场了，太着急了，这边眼镜就没戴上，没戴上。然后我就是把那个眼镜就是那个隐形眼镜，我就放在一旁，我就上就上先上了前四首，先上了前四首，然后上完前四首到 MC 一的时候，我就说我先把这个眼镜戴上了，我再去上 MC 一。然后因为这个眼镜它就放在一旁放了一会儿了，它就有点干掉了，因为干掉了，但是我来不及泡它了。然后我就来不及泡它了，来不及泡它了，我就拿那个眼，就是那个护理液涮一涮，我就拿那个护理液涮了涮，然后我就是直接拿上来戴上了。然后其实一整场上来，就这边眼睛不太舒服的，因为它那个隐形眼镜有点干掉了，有点干掉了，就有点那种异物感，所以这边眼镜就有点不太舒服的，但是。就是因为我就戴了这一副隐形眼镜，然后我就是取下来就没了，我就一直没取，一直就这样戴着，一直这样戴着，一直这样戴着，
然后等那个就是机长结束之后，对呀，MC 灿一定是因为这个，因为那个不知道是眼不不知道是不知道是眼泪水还是不知道是眼泪水还是那个护理液的水，但就是一直流一直流，然后就在擦，因为他不太舒服，他不太舒服，然后等机长结束之后，机长一结束，咱们就是直接用手抠抠，把那个眼线就抠下来，说太难受了，太难受了，受不了了，终于能把这个眼线给你摘下来了。没有了，没有了，难受也不至于哭哭啦。没有，没有，没有，不看你呀，看到你了，谢谢夸夸哦。漫画里走出来的人物，漫画里走出来的人物不都是那种很漫画的人？哎呀，不知道怎么形容，很漫画的人，不知道怎么形容了。估计没有看到你，我看到你了，你在左站，你在左站的最边上，你好像每次都站那个。都在那个位置，大多数都在那个位置。斯曼，对，人家不是斯曼男吗？我是斯曼女，我是斯曼女。下一场是这个站位的那个最后一场了，也是我的，谢谢小跟班的。谢谢小跟班的情书，啊，没有，我刚前面说的是那个星空，我说星空在左站，星空在左站，他经常站那个位置，然后安安好像是第一次在战区，然后。回学校了，回学校加油学习哦。然后，之后，对，后天也不是后天，差不多是后天了。周日早上回学校，谈谈。谢谢树叶的高级玛卡龙，谢谢树叶，谢谢树叶，谢谢树叶，树叶树叶，一片树叶，两片树叶，三片树叶，四片树叶，还是一片树叶，就是。哎，我要说什么来着？我要说，看我好累的样子，还好了，还好了，好累的样子，还好了，我不是很累，我有一点累，但不是特别累。哦，我钥匙耳环丢了，丢了一只，它原本这边一只，这边一只的，这边一只，这边一只呢。你知道吧？就这边一只，这边一只的，但是他丢了一只了，我就只能带一边了。呀，这个耳环就是也是有，哎呀，不是丢在剧场的项链啊，丢在剧场项链，找回来了，找回来了。那个丢在海底捞的耳环又忘记去拿了，那个丢在海底捞的耳环忘记拿了。还没去拿。说到这个，我又想起来丢在海底捞的耳环还没去拿。这个得记在备忘录里，丢在海底捞的耳环，记得去拿。待会去拿啊，待会不一定去吃海底捞，主要是就看看小周他累不累。他可能累的话，他就是咱们就不去吃了。不去吃的话，等我再想起来去那个海底捞拿耳环，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好烦呀，好烦呀。然后这个耳环，哎呀，这又一边丢了，怎么丢的呢？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子的。咱们今天出门的时候有点着急，今天出门的时候特别着急，因为咱们就是当时又头有点痛。但是又得去剧场了，然后我出门的时候，咱们今天背了一个这个包，
咱们今天背了一个这个包，咱们出门的时候，这顺手把那个耳环就是扔在这个包里了，就直接一扔就扔这个包里了，然后这个包就这样关上了。关上之后，注意看，这个包这是有缝儿呢，有缝儿呢，看到了吧？这个包这是有缝儿呢，有缝儿呢，有缝儿呢。然后咱们就背上这个包，哎，莽莽撞撞的这么走了，开开心心的这么走了，摇摇晃晃的这么走了。然后吧，可能那个耳环它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从这种缝里，然后从这个洞里，可能就掉出来了，就掉出来了，掉出来了啊！咱们没有发现，我们没有发现哦，我们没有发现，我们没有发现这件事情，没有发现，一点都没发现。然后咱们还是开开心心的、摇摇晃晃的拿着这个包去上班了。啊，然后怎么回事呢？然后等我要戴耳环的时候，我打开这个包，我掏来掏去，掏来掏去，只掏到了一只，只掏到了一只，yes，只掏到了一只。我就是掏左边，掏右边，掏前边，掏后边，这个包它就一个袋儿，没有呀，没有，就这个。好吧，谢谢 Day Nover 的99朵玫瑰花，谢谢 Day Nover，谢谢你哦，谢谢 Nover，谢谢玫瑰花，莫巴拉西，你又发三个点点，莫巴拉西，嗨。反正就是没有了，这个耳环就没有了，就只有这一边了，所以我今天就只戴了这一边上台，只戴了这一边，另一边这都能甩出去，不是，它这个口挺大的，你看它这个口，它就挺大的，它就这样子，你看，挺大的。就很容易，咱们就这样走的路，它就是出去了，出去了。现在已经升格了，升格了，我不是预备生了，我是正式成员了。我是 TN2 的正式成员了，TN2 的小词。我今天就自我介绍的时候还特意做了 N 的动，做了 N 的手势。我今天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是，我今天自我介绍的时候就是，大家好，我是 SH48TN2 的小卢晨曦。嗨，好，发型好可爱是吗？你们就不能夸我帅帅的吗？我不是好动哦，我不是好动，我不是好动哦，我不是好动，就是你们走，我也没有倒立走，我也没有倒立走。谢谢夸我帅。我也没有倒立走，咱们走路，你们走路不会摆手吗？咱们就是摆手呀，摆手呀，啊，摆手，哎，它就掉了呀，才不是倒立走呢，是摆手，哈，摆手，摆手，然后。啊，走路摆手不帅啊！啊，那以后走路不能摆手了吗？以后走路不能摆手了。不行，我摆手我也很帅。
有没有可能我大货在装文静呀？我大货在装文静，因为我大货的时候弄了一个头发，准度，我大货的时候弄了一个大波浪，我大货的时候弄了一个大波浪，白蛇搭浪球，我大货的时候弄了一个大波浪，这样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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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波浪，你们懂吧？干嘛呀？就这样式的大波浪，然后咱们就是端庄起来了，就端庄起来了，端庄起来了。哦，当然是温柔内向的啦。他们当时就端庄起来了，就手都不敢动。哎，当时第一次当女人，手都不知道该怎么放。哎呀，当时第一次当女人，这个手感觉有点多余。终于见到我了吗？嘿嘿，就是当第一次当女人，就是当时这个手不知道该怎么放了，就感觉有点多余。咱们这个手，当时哎呀，就是大过的时候，咱们就是第一次当女人，第一次大波浪，第一次大波浪，然后就是就是装住了，给我装到了，哎呀，给罗晨曦装到了。给陆晨曦装到了，下次也可以大波浪吗？当然可以，Of course，看下次是什么时候吧。然后，尊重，反正当时，哎呀。这几天当小孩儿，当小孩儿可开心了。算了我，他不是小孩儿，我是帅哥。我帅哥，我帅哥。好的，帅哥。哎呀，想到我今天丢了个小耳环，我就有点。有点小难过，有点小难过，没关系，没关系。就是你们知道吗？每次我看我，因为每次是这样的，每个月我都会买很多耳环，每个月的月初，哎，我会买很多耳环，等月底的时候就不剩几个了。你们知道吗？就是八月初的时候。我那个装耳环的盒子里，每一个小格格都放满了，每一个小格格都放满了，每一个小格格都放满了，啊，然后盖上了。我当时还在说："天呐，这个装耳环的盒子已经装满了耶，是不是要买新的盒子来装剩下，来装新的耳环了呀？到时候要买新的盒子来装喽。"然后我今天在看的时候，当时已经快满掉的那个耳环盒子，现在特别空，特别空，就是只剩下几个格里还有耳环了，其他格里的耳环不知道去哪了。或者有些格里本来是一对耳环的，本来这边一个，这边一个耳环的，就有些格里只剩下一个耳环了。有些格里耳环都没了，你不用买新的盒子了，不用买新的盒子装了。混戴，我怕混戴会特别奇怪，因为每个耳环的风格好像都不太一样。就比如说，我今天是这个，但是我还有那种五颜六色的耳环，但是这种银的就一个。
下次试一试。然后上次丢在剧场那个项链子已经长大了。上次丢在剧场那个项链已经找到了，这个是一个新的。丢了可以立刻补上。哦，还买那个三十多，没那么多 money 啊，没那么多 money 啊！我要是个小富婆，我还在意这些东西吗？我要是个小富婆的话，咱们就是耳环，咱们就是刺抛，好吧？用一次咱们就扔。怎么不是小富婆呀？咱们要是小富婆的话，就别说买个三四对儿了，咱们耳环这个东西就直接刺抛，好吧？用一次咱们就丢。不是小富婆呀，不是小富婆呀。如果是富婆，如果是富婆，对，我就是给所有就是来握手的女粉，女粉丝们，咱们就是送小耳环啊，给所有来握手的男粉丝们，咱们就送什么呢？送什么呢？我想想，啊，男粉丝们，你们想要什么呀？各位雄性雌霸们，送华子，不一定。我觉得我的那个雄性小雌霸们就不一定抽华子。对啊，雄性就是男粉嘛，就但是我觉得不一定，但不一定抽出华子，做那什么呢？但公的小子吧，对，公的小子吧，抽个啥呢？不抽个啥，不抽个啥，是送啥呢？派红包，送红包呀。啊，不是不行，啊，不是不行，前提是卢晨曦是小富婆的情况下，前提是卢晨曦是小富婆的情况下，那卢晨曦不是小富婆呀，咱们就是行，咱们就是卢晨曦是小富婆，送茅台你们也不介意，不客气，我当然知道你们不会客气了。但卢晨曦不是小富婆，你们等我变成小富婆吧，等我变成小富婆的时候好了，真的，等我弟变成小富婆，我就是给所有女粉丝们送耳环吧，给男粉丝们可以送个项链，有钱的话，我就是买点怎么什么烟酒呀，就给你们，等不及了，我快点，我快不了。我快不了，我快不了。真的，我看，我就是买点什么烟酒啊，咱们就摆在那，咱们就是，怎么朱古力，你不要耳坠是吧？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我想想，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想想，可以都要吗？你好贪心啊，你竟然想都要。然后还有什么？这样吧，这样吧，给我的女粉丝们送口红，送口红，给我的男粉丝们送什么呢？给我男粉丝们送，不了解男人，不了解男人，我想一想，男人用香水吗？男人用香水吗？给男人们送，男人的爱好太广泛了，男人们的爱好太广泛了。啊，男人也可以用香水，送 MacBook，送
4090送不起啊，送不起啊！如果给我的男粉丝们一人一个4090，那就是要我命，要我命！如果给……真的啊，真的！如果给我的男粉丝们都送，一人送一个4090，那么就是要我命了，要我命！我既然知道4090，因为我以前打游戏，我以前打游戏的，我以前的梦想也是4090。你白起来，你不用。啊，4080，你真为我着想，真为我着想，降一个度，降一级。他们就是，就是你们等我变成富婆那一天。你们等我变成富婆的那一天，好吧？4090逛贴吧，就是我想想，不行，4090会让我破产的。我想想，男生的话送个，送个啥呀？这我想起来了，我之前看到过什么送男女朋友的礼物，就是逛帖子的时候刷到的啊。女朋友呢，一般就送什么香水啊、口红呀、护肤品呀什么的。男生的话，一般就送什么剃须刀啊。男生的话，一般送什么剃须刀，还有什么来着？忘了。那这样吧，我想想，我再想想，我再想想，我再想想。这样吧，不管男生女生，就是我去批发一堆内裤，我去批发一堆内裤，各种尺码都有，从小到大的尺码都有。你们来了自己挑一条喜欢的图案，然后合适的尺码拿走，行吗？你们就先挑一个喜欢的图案，然后各种尺码都有，能挑一个合适的尺码，可以吧？可以吧？我觉得不错。哦，不是一次性的，不是一次性的，不是一次性的。不是一次性的，我其实可以预定什么超人的呀、海绵宝宝的呀、天线宝宝的呀、花园宝宝的呀、美少女战士的呀，还有美羊羊的呀，还有那个什么什么美乐蒂的呀，那种可爱的。你要粉的，好，好，可以。我在干啥？我在思考握手会给大家送内裤呢。奥特曼的可以，奥特曼的也有。然后就是你们以后来见我，就得都穿着我送你们的内裤。握手手会完送这个，送。送可以送，我觉得这真是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我去着手办一下。我知道了，我去做那个定制内裤，我把我的照片，为什么能敲我脑袋吗？不能。我把我的照片给定
在那个内裤上，然后给你们。就是咱们的应援内裤，就是应援物嘛，应援物，应援物。因为不是人家别人家都是应援服嘛，人家都是应援服，咱们来个特别一点的应援服，穿在里边的应援服。那这样怎么对暗号？怎么对暗号呀？我想想怎么对暗号啊，就稍微露一点出来，稍微露一点出来对暗号，稍微露一点出来对暗号，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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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的那个管理们去检查。那个诺诺，你以后就在我的队列的第一个位置，你就站在那个队列的第一个位置。还有那个 K仔，你俩你就站在那个队列的第一个位置，你就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穿了再来握，穿了再来握。就是。我不用检诺诺，那个 K 仔和诺诺互相检查吧。K 仔和诺诺互相检查。我不检查，你们自己检查。看什么？哎呀，好主意的，秋季周边有了。对啊，咱们的周边有了，咱们周边有了，周边有了。咱们的下一个周边就是这个毛巾，可以不定制呢，你先把内裤给定了。谢谢紫贵的巧克力哦，谢谢。开玩笑的啦，开玩笑的啦，开玩笑的啦。跑偏了，本来是说我变成富婆给大家送什么，怎么就变成这个了？你看你们小鸡巴那个脑袋里整天在想什么？对呀，我本来在讨论我变成富婆的那一天给你们送什么的啊！你看看你们给我带偏了，你看看你们小鸡巴的那个脑袋里整天在想什么？哈，嗯。你们小鸡巴的脑袋一整天都在想什么呀？敲你们脑袋咯，敲你们脑袋咯。哼，没关系，原谅你们啦。我今天说，刚才说什么？我变成富婆之后，我就要给我的女粉丝们，还是送耳环吧，送项链，送口红，然后给男粉丝们送。对，就是因为不知道给男粉丝们送什么。男粉丝们，你们想要什么？我的雄性小鸡巴们，我的雌性小鸡巴就要耳环、项链、口红，那雄性小鸡巴呢？4090不行，不行，4090会要了我的命的。
409960会要了我的命的。不行，不能打我，不能打我那个雌性小四八的那个主意哦，不行哦。都富婆了还不行，富婆也是有，富婆也不是那种花不完的富婆呀，咱们就是，富婆也是，也是有那个的富婆嘛，就是不是一直不是那种，掏不空的富婆，会掏空的富婆。都做梦了，做大些。行，既然这样的话，那这样，就是我成为富婆的那一天，我给所有的男粉丝，我所有的男粉丝送4090，然后给我所有的女粉丝，给我所有的女粉丝，我们得送个好的。你们想要什么？送好的，想什么？那要这样吧，给所有的女粉丝送个包，给所有的女粉丝送个包，送个什么牌子包呢？你们喜欢 Gucci 的包还是喜欢香奈儿的包？还是喜欢 LV 的包？我都给你们买了，你们喜欢什么就挑什么，都给你们买了啊！喜欢哪个包你就挑哪个包，但不能贪心哦，只能要一个。然后那个4090，如果到时候出了新款，比如说什么5090，啊什么4090钛、5090钛，啊，咱们就买新款最新款，啊给男粉丝们、女粉丝们，你们就拿包。对，需要配货的那种，就是要配到多少万才给你买的那种包。一个包能买10个4090？不能。一个4090的话，现在多少钱？不知道。但一个包就我不行，一个包我就买个那种10万以内的包，一个10万以内。劳力士手表吗？有些人不爱戴手表呀，那手表也准备着吧，手表和那个4090都准备着。你当真了，谢谢。行，然后我想想，就咱们就是成为富婆那一天，什么时候成为富婆呢？我想想啊，咱们定个时间成为富婆吧，定个时间。等我资产有多少的时候呢？资产有，比你自负三代。对呀、咱们资产到达10个亿的时候啊，咱们的资产到达10个亿的时候，我就给你们送，行吧？可以吧？行。不，10亿人民币，等我的资产有10亿人民币的时候，我就给大家送。然后领取方式就是到咱们的握手会现场，然后会有咱们的管理人员带大家到一个会有咱们的管理人员啊，带大家到一个那个什么，带大家到一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去领取，因为这么多东西带不过来那个握手会现场。就是这么多东西带不来这个握手会现场，
所以呢，到时候你们来这个握手会的时候，你们就来，然后就是会有管理人员给你们带去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领取。对，是的，没错。啊，先解下裤子，没关系，不用解下裤子，来的人都能领，来的都能领。既然来握手了，那就代表是我粉丝，来握手都是我粉丝。啊，不管你以前看谁，之后看谁，你此刻来握我的手，你此刻就是我的粉丝，你此刻是我的粉丝，你此刻就可以领这一个福利，想不想领？想是吧？那就来跟我握手，到时候会有管理人员给你们带去一个地方。哎，你不要觉得那个地方会有坏人，没有坏人的，那个地方全是好人，那个地方就是全是我给大家的奖励，这个地方就全是我给大家奖励。然后呢，咱们就是啊，就是到那个地方之后，拿上你的奖励，咱们就是拿上我给你们奖励。你就是更爱我了。要去这个地方要转机，可能吧，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呢。谢谢保留的荧光海，谢谢你哦。我十个亿了，不行，我十个亿了，我还握手，为什么呢？因为我爱你们呀，是吧？我爱你们呀，所以十个亿了，我有十个，我即使有十个亿了，我还是要来这给你们握手，我还是要在剧场跳舞的。是的，没错。No，我不想代替他。代替他有什么好处？请告诉我，代替他有什么好处？还是继续在剧场跳舞吧，我有十个亿了，我还是继续在剧场跳舞，还是继续握手，为什么呢？因为我爱大家，我即使咱们身为富婆还是不忘本，我身为富婆不忘本，我还得就是重拾自己原本的事情，那当然我必须爱。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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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想干嘛干嘛，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不能。给我脑袋来一圈，不行哦，不行的，不行的，不能给我脑袋来一圈。塞纳河当然有自己的星辰了，太多了。你要是给我脑袋来一圈，你就拿不到这个奖励了。你还想不想要4090钛呀？4090有钛吗？算了，别管了。我自己研发，我研发不了，我不会。三号有握手，没有握手，没有握手。他的意思是，那个 S 的意思是说，让我以后别握手了，也别握手会发了。他直接三号，我公演的时候，他击掌的时候，给我脑壳一蹦子。想要 iPhone 15 Pro Max。想，那个，这样我帮你买。你去那个，找个人把你那个腰子割了，然后把你腰子给我，然后呢，我给你15 Pro Max。
很划算是吧？你就是损失了一个腰子，但是你拥有了15 Pro Max，划算吧？明年总选最前排的票。对啊，良心商家拿了腰子真给手机。当然了，良心商家拿了腰子真给手机。想要明年总选最前排的票，这有点难搞，这有点难搞，这个有点难搞，这个前排的票，这个得搞定子杰，这搞不定，搞不定，搞不定，搞不定。为什么要入坑啊？我这是良心买卖，诚信交易，诚信交易。亏不亏，入股不亏哦，入股不亏。没腰子，你腰子让给谁了？你腰子竟然不是给我的，你腰子竟然不是给我的，不爱了是吧？15台 Pro Max，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现在 Pro Max 很贵的，你们呐，没关系，等我成为富婆吧，等着吧，等着吧，一定会给你们实现的，你们这个小小的愿望，你们这个小小的愿望。终有一天，你来喽！Hello Hello，弟弟儿，终有一天，你们这个愿望我会给你们实现的，好吧？等着吧，等这一天吧。那个实现不了的话，你们就别出坑啊！就是你们等时，哎呀妈，打嗝了。等我实现了你们这个愿望，你们再出坑；没实现的时候，你们就是等着，在我这等着，在我坑里等着，好吧？好吗？好吗？就是要出去的，你至少给我，你至少薅我一点东西，把这个4090，把这个 Gucci 的包薅到了。对，你把这个4090的东这个东西，还有这个 Gucci 的包，你们薅到手了，你们再出去。然后，对，没薅到手的话，你们就在这等着，不然不薅白不薅呀。你们就先在坑里待着，好吧？我12换 Unit，那个新站位那一场，9号换 Unit，还没见我跟别的成员连过麦，其实连过的，但连的比较少而已。连过的，连的比较少而已。迪迪确实是个小美女，竟然做梦梦到了明天出坑，做梦梦到不算，做梦梦到不算，做梦梦到不算，要亲手拿到才行。弟弟外务顺利哦，弟弟。先去 PDD 砍一刀，快去！去 PDD 砍一刀，帮我也砍一刀，谢谢。真的，等你们拿到手的这个奖励之后，你们再出坑，不拿拍不拿，
没拿到的话，你们就先在这等着排队拿，总有一天会拿到的。相信我，我是谁呀？我是谁呀？我是小慈，我是陆晨曦，一定给你们实现。看脚再弄矮一点儿。No，No，No。真的，我给你们砍一刀，你们那个手机立马到手。我当富婆跟去年套说，这个不好说，这个不好说，这个、不好说，不太好说，不好说，不好说。你觉得哪个先来？你们来，我帮你们砍一刀，砍腰子。砍腰子呀！哎呀，哎呀，有点响了，尴尬了，尴尬了。两，这不是在怎么说？上 QQ 发个文件，因为咱们微信那个文件。不能传输大于200MB 的东西。这个微信怎么会有这样的？微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就是规定呢？我真的很不理解，我太不理解了。就这么好用一个软件啊，咱们小绿，咱们的那个小绿，这个小绿，小绿信，小绿信，这个小绿信。它就只能传输200MB 的东西，我传输这个文件就是200MB 上传不了了，一G 以上传不了了，就很烦，就很烦，还得我之前传东西还得用邮箱，可烦了。唉，能怎么办呢？不能怎么办？等我成为富婆，我去让那个小绿信的这个老总把这个给改了。等我成为富婆，这样吧，等我成为富婆，我先上这个让这个口袋四八的这个软件，干嘛呢？给大家，对，先买包给大家，买4090给大家。我要让那个子杰在这个口袋四八上，想不出来干嘛？想到都不敢讲，先这样吧，好吧。先这样，等我真的成为富婆了再说。因为目前不太敢讲。没有限制想象力，是因为讲了就怕那个什么，算了，不太好。终于有对集了，感动，我也很开心啊！终于有对集了，听说我今天还上墙了，开心的嘞！大王限制了我的嘴。对对对，那个微我一个夜蝶，听我的报复计划。谢谢朱古力的巧克力，谢谢狮子三叔的荧光棒，谢谢。微我一个夜蝶，听我的报复计划。
想知道我如何暴富成为富婆的吗？想知道我如何那个什么，那个短时间内赚够10万，资产超过10个亿，资产超过10个亿，给我的小糍粑们买 T 恤，不是买那个4090钛，不4090，买包的吗？想听我是如何成为一跃直上成为富婆？想听我是如何，这个的吗？为我一个夜店，听我的暴富计划。开心你！不是剃毛刀，剃须刀。那之前说是剃须刀，先下个反诈 APP。小心，小心你入坑比较晚。之前我这真的有那个电信诈骗，不信你问他们。你入坑比较晚，你可能不知道。我之前这真的有电信诈骗，不信你问他们。之前那个电信诈骗的，当时在场的人还在吗？之前电信诈骗当时在场的人还在吗？就是当时参与过这个电信诈骗的，可以来说述说一下当时的经历。我想想，当时有谁在来着？真的，哎呀，真的有夜店，谢谢小新的夜店，谢谢你夜店，我谢谢，就是电信诈骗了，咱们就是，谢谢夜店，来，咱们开始讲咱们的暴富计划，好，咱们开始讲，我们就是诚信买卖，开始讲暴富计划。像有电信诈骗，不是，之前我这儿有一个活动，他们说我是电信诈骗，但其实我不是，我诚信买卖，真的。之前我这儿有一个活动，就是性感荷官在线发牌的活动，我看一下那个牌还在吗？那牌在这儿，但现在很久没有这个活动了，那很久没有这个活动了，我看看什么时候再搞一次。那个当事人也就被骗了五六七八次，对，就那个当事人，就是也就是被骗了五六七八次，没有很多了，没有很多。Yes，Yes，yes。 因为不是这一副，这一副诈骗不了，换一副。我看是哪一副啊，家人们？我看一下那个诈骗的是哪一副。啊，开玩笑的，开玩笑的，一样的，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诈骗，真的没有诈骗，真一样的，这个不太好拿出来，没有诈骗，没有诈骗，真没有诈骗，我诚信的很，就是我当时就是性感荷官在线发牌啊，说了塞纳河有自己的安娜。咱们塞纳河有自己的安娜，就是我，不是诈骗哦，不是诈骗，不要瞎说。啊，咱们当时的这个诈骗活动啊，不是诈骗活动，当时咱们的这个发牌活动啊，抽卡活动。咱们当时抽卡活动呢，就是咱们是性感小词在线发牌。咱们的性感小词在线发牌，没有承认。那性感小词在线发牌啊，就是一个诚信的活动，就是童叟无欺，是这么说的吧？童叟无欺，童叟无欺，别管了，童无欺。然后呢？咱们就是很开心的，童叟无欺。好，童叟无欺，
然后我们就是很开心的在玩这个抽牌游戏。但是呢，非常有趣的一幕出现了。有一个小糍粑呢，他可能是运气不太好，他真的是运气不太好，这跟小糍没有关系哦，跟小糍没有关系哦，咱们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一下子抽到了很多那种类似于谢谢惠顾呀之类的东西，然后呢，他就一次不服再来一次，一次不服再来一次，啊，七八次都是那张牌，为什么呢？啊，那不是谢谢惠顾，那不是谢谢惠顾。啊啊，他来了，啊，酱酱，哎，飞云酱酱，他来了，你在呢呀？你在呢呀？是，刚才他们还问是哪一位呢？啊，当事人来了。你说说看，我诈骗你的吗？没有吧，是吧？咱们就是这个牌手气的问题，哪一次不是你自己选的牌呢？哪一次不是呢？困了，困了，快点早点睡觉吧，快去睡吧，朱古力。晚安哦，朱古力，是被绑架？没有，没有被绑架，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咱们就是，啊，很开心的，很开心的抽卡，很开心的，啊，打嗝了，很开心的抽卡，很开心的玩着这个咱们的小游戏，然后呢就是很开心，所有人都很开心，我也很开心，你们也很开心，是吧？而且这是个诚信游戏，诚信买卖。啊，刚才小新问我是如何成为富婆发家致富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发牌没有放水，没有。我洗牌的时候当着你们面洗的吧？我洗牌的时候当着你们面洗的吧？选的号码牌是你们自己选的号码牌是吧？是吧？是吧？真没有啊，真没有。好，来来，听我娓娓道来如何挣十个亿。听我娓娓道来。首先呢，咱们现在资产有多少钱？我也就是不瞒你们说了，我还有点小钱，有多少呢？都说了是小钱，咱们就是咱们慈姐，咱们慈姐，咱们慈姐有点小钱，我们有多少钱呢？啊，咱们慈姐肯定就是不到十个亿嘛，肯定不到十个亿。然后呢，咱们现在慈姐啊，慈姐有点小钱，有多少钱呢？三张银行卡加上支付宝和微信余额加起来，大概不到3000块钱吧。啊，不到3000块钱啊。但是慈姐怎么还有点小钱呢？就是那不到3000块钱，现在是不到3000块钱，那怎么把这不到3000块钱变现成十个亿呢？10个亿的人民币呢？是吧？有点小钱，都说了有点小钱，就是那个三张银行卡加上咱们的支付宝和微信余额加起来，不到3000块钱，是吧？有点小钱，是有点小钱，是吧？那么我们如何将这个3000块钱？变现成为1个亿呢？这个牌它是新的，它真的就是个扑克牌，没有任何的那个，没有任何坑蒙拐骗，没有没有。然后如何？听我娓娓道来，如何
把这3000块钱变现成1个亿呢？不，10个亿，10个亿，不是1个亿，不是10个亿。首先，你要有一颗足够强大的心脏，足够强大的心脏。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啊，你都是一个要赚10个亿的人了，是吧？你要有足够强大的心脏，你才能够去承受这一个10个亿。这个突如其来，也不突如其来，就是突然承受一下这么多钱啊。有些人一下子有了10个亿，适应不了，直接就是疯了，这就疯了。那么我们要适应，就是我们首先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告诉自己，我是将来要拥有10个亿的人，咱们就是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有颗强大的心脏，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们是要首先啊，要有想赚10个亿的心。你们有吧？有没有想要赚10个亿的心？如果你连想赚10个亿的野心都没有，那你如何赚10个亿呢？是吧？所以，我们首先要有这个野心。并且相信自己一定能够赚10个亿。接下来是最重要的一点，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点，那是什么呢？变成富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是什么？讨论小慈如何用3000块钱变成10个亿。那么你们也可以用3000块钱变成10个亿。怎么变呢？那就是来看小慈的直播啊，最重要的一点，来看小慈的直播，来线下找小慈玩，听懂掌声，听懂了吧？这就是我的发家致富之路。有了这三点之后，第一，10个亿的心；第二，10个亿的想法；第三，爱小慈；第三，爱慈。掌声！3月3号来找找要礼物，我还没变成富婆呢。你找我要礼物，我也没有呀，没有呀，还没有啊，还没变成富婆呢。难道他真的是个天才？那当然。那当然 ，Sure， 是的，没错。我要3000嘛呀！我要3000块钱变10亿呀！买彩票中500万，啊！我当时才讲呢，我说我要买彩票中100万怎么办？我买彩票中100万，我首先把这100万都给自己投票。结果呢，想了一下，这100万全给我投票了之后，都不一定够我进圈。看看成色。看看成色，看先再说吧，再说吧，周三那个等我成为富婆再说吧。真的，我之前有想过，我之前说我刮彩票，我要刮100万。我之前说我刮彩票，我要刮100万，刮100万之后我要干嘛呢？我说这100万我一定要给自己投票，把这100万都投给自己。结果我想了一下。真的，我这100万投给自己都不一定都不一定够我进圈儿。把你以后结婚的份子钱给你，你以后结婚要多少份子钱啊？3号见，
三号可以见，但是三号的小词还不是富婆词，你可能再得等一段时间，才能见到一个富婆小词。哎，你这个饼比我画的还大，起步价3000。那我等你中5个亿，谢谢你揽境，我等你中5个亿。先随便给点小礼物。有100万，谁还想着投？为什么？我是个爱八的人，我是个爱八的人。我有钱，第一步是要给八花。我是一个爱八的人。有脚头像，没脚了呀。今天听词姐给你们上了一课，感觉怎么样呢？有没有收获颇深？有没有受益匪浅？那个每个人发一段那个100字儿的那个课后观感给我啊，那个发翻牌里，每人发100字，100字以上啊，每人发个100字以上的那个课后观感给我，谢谢。那个我要批阅一下，今天这个课，你学到了什么？有没有受益匪浅？有没有收获颇深？有没有就是想什么想法？比如说成为富婆的想法，成为那个什么，成为那个亿万富翁的想法。咱们每人写个100字的那个课后观感啊，发翻牌给我。我批阅一下，我看哪个是今天上课最认真听的小子吧。谢谢树叶的叶蝶哦，谢谢树叶，谢谢树叶的叶蝶，这小蝴蝶呀，飞呀飞呀飞，飞到树叶上，一片树叶，两片树叶，三片树叶，还有小蝴蝶。那个什么，一片树叶的课后观感可以免了，一片树叶的课后观感可以免了。但你免本赚钱，我可不赚钱，我可赚不了钱，赚不了一点儿。2个熬夜冠军是吗？好路好路，那么今天我们的糍粑小课堂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今天的小糍粑都很认真听哦，让我们表扬一下，让我们表扬一下一片树叶小糍粑，还有小新小糍粑和 De Novo 小糍粑，作为我们的那个什么成绩最高的三位小糍粑啊，课代表，下节课就是以后就是我咱们的课代表，就成绩最好的三位小糍粑，
然后呢，谢谢各位小四八今天认真听讲。好，三位学习英雄是的，没错，学习英雄。然后谢谢小四八的今天的就是听讲，好正经。好，那么一切树叶就作为我们今天的班长。好，那我们准备就下课喽。请各位小伙伴回去啊，好好复习我们这节课讲的内容。讲了什么呢？讲了如何成为富婆啊，讲了电信诈骗，但是不是电信诈骗，就是这个什么诚信买卖啊，讲了诚信买卖，讲了如何成为富婆，讲了咱们就是十万计划啊，不是十万计划，十亿计划，十亿计划。好的，那么，好的，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拜拜，早点休息哦，各位小糍粑们，早点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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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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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熬夜了，不熬夜了，洗洗睡了。困困噜，我都打了好几个哈哈啦，相信你们也困噜。你们刚刚应该也看到我打哈哈啦，因为我困困啦，我要睡觉觉了，要去洗洗睡噜，大家也要洗洗睡噜。晚安，拜拜，拜拜，晚安，耶。早点休息哦，拜拜，晚安，拜拜，波波，睡觉喽，拜拜。